的工作原理是当这当远离它的时候，它就会这样运动。当盖住这个开关的时候，它就会往中间运动。这个布料始终是在这两个开关的中间，你看，当往这来的时候，它就会往这移动。当它这个开关是，当它这个料抬起来的时候，它就会运动。当它抬起来，它就会运动。